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新冠肺炎的蔓延让防疫工作已经成为各个机构甚至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讲到防疫，除了制式的标语宣导、戴口罩还有手部清洁外，其实防疫也可以很有创意。台南市盐水区公所就发动了他们的吉祥物风炮哥，还有工作人员扮成病毒，以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做防疫宣导，让当地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南科实验中学的学生机器人团队，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他们转了个弯，把要参赛的机器人改装成能够自由在校园行走、亲近人群的防疫机器人，一起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办到的。独立特派员记者万真文、黄正渊的报道。乡亲看到了风暴哥的造型非常可爱，他们会抢着要跟风暴哥来一起合照。那由风暴哥这边跟他来做一个那个互动，说哎戴口罩，然后他就哦对对对要戴口罩，然后他要跟他拍照的时候，他哎距离要一公尺，他就会自然的就会退缩一公尺来跟他合照。因为就是疫情爆发之后，在三月，我们是在竞赛的前一个礼拜被通知必须要停赛，那就是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已经做了一台机器人要去比赛。但是这个机器人就没有办法出赛了，所以我们就改装了它的一些部分的结构，然后再变成了一台就是防疫机器人。面条一起锅，面香随即扑鼻。拌上炖得入味的肉臊，令人垂涎。这里是台南市盐水区，让人齿颊留香的意面闻名全台。我们盐水意面的特色，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用高筋的面粉，加上那个鸭蛋的蛋黄，这样去蹂躏出来的面条。那最主要的特色在哪？它都是手工，然后是日晒的，吃起来很有嚼劲。盐水是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来到这里随处可见当地昔日风华的印记。一湖二鹿三艋甲四月金，古时候叫四月金，就是今天的盐水。那盐水这个地方充满了那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非常的丰富。初夏的这一天，区公所的同仁一早就在盐水国小前集合，大家带着琳琅满目的道具前来，就定位后忙着着装变身。要不要帮你啊？现在脱鞋子。可以的。这边有人不顾大热天，穿上毛茸茸的大布偶装；那边有人把贴满突出物的大塑胶袋套进身体。他是小孩，我是妈妈。啊，这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保持安全距离这样子。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他们想要为这个朴实的小镇带来些什么？好，准备好了吗？出发！来，我们出发了。区长吕黄南亲自领着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他们走进市场。咱这个来有伊买物件。他们特别挑选这个牛墟市场做防疫宣导，原因其来有自。这里昔日是交易牛只的牛墟，如今已不见牛只买卖，演变成如此热闹的市集。那这个牛墟里面呢，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那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有那个。卖那个种苗啊，卖那个种子，还有肥料，还有卖那一些什么，人家养的那个杯啊，那个杯，还有人家养的那个这一些家禽家畜都会拿来那里卖。必须关注的是，采买者多从各乡镇而来，造成防疫隐忧。牛墟它人多，所以它又比较密集。好，那所以我觉得说牛墟就会变成是我们想要让它更好的一个点。好，那因为牛墟
长辈居多，有时候长辈他不一定像我们可以看电视很多资讯，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比较直接的跟他做接触的时候，让他知道这个防疫的重要。队伍中最亮眼的就是两只戴着口罩的大玩偶风炮哥。盐水有两大民俗，一个是风炮，一个就是那个放歌铃。我们把风炮跟放歌铃两个结合为一项的文创，就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物的风炮歌。头先我们想说我们要怎么出去宣导那个牌子，或者是说做一个标语，好像就是就流于形式，所以后来就跟同仁，因为我同仁都很年轻，那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风炮哥是一位替代役的原创，而原本为防疫任务伤痛脑筋的工作人员灵机一动，让风炮哥变装担当宣传队伍的主力军。他本来是没有口罩的，他就是一个鸽子的嘴巴。那原本在想说要怎么制作一个口罩，他本来想说是用纸，因为比较方便又简单。可是后来觉得纸尝试过后会有点皱掉，就没有像口罩那种包覆感，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用布再连接两条线，就绑在后面就可以做成一个口罩的样子。而走在队伍后面，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两只活泼的病毒。我们就想到说，哎，是不是可以装病毒啊？是不是可以让人家知道说我们要保持一公尺的距离？所以我们才会买了那个游戏的那个键来保持一公尺的距离。那有时候像我们出去宣导的时候，民众很可爱啊，民众像我们今天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键啊，那个什么，民众会想要那一支键。我说不行，这个是我们的道具啊。说用纸连着球，啊，他觉得好像有一种从出来的感觉，就是那个柱体的感觉。对，那衣服我也是从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然后最后做出一件衣服。那这个键的部分就是病毒拿着，因为我们希望人家可以室外可以保持一公尺，那我们是希望它可以拉开这个距离。就这样，创意十足的防疫宣导队伍终于成军，连警消人员都出动帮忙，大伙儿穿梭在牛墟市场内，很快就获得乡亲的认同，引起共鸣。我感觉赞，真的，因为咱是顾咱家己尔，不是顾咱家己，还顾着咱厝的囡仔大细。安尼尔，无安怎？你若无出来宣传，有的人做天气伊唔挂口罩啊，伊无是着讲挂口罩是要保护家己，要搁保护着咱家己厝内底啦。大家安全，咱爱顾好势。不止宣导，团队还加码发赠实用小物，随身携带的小酒精瓶给乡亲。好啦，记得爱用完，最用完的再来工作一码。要好好。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把这个肺炎排除在外的一个议题啊，那它是里面是75%酒精，是我们同仁自己在闲余的时候大家加工，好一个装酒精，一个贴贴纸，这样加工出来的。那啊，这个也是做我们可以宣导出去的宣导品，那让大家提醒大家可以就尽量就是出去外面可以尽量重视这个卫生的问题。有别于一般制式的宣传，盐水区公所多用了一份心，多尽了一份力，不但做出效果，更成功的推销在地文化特色，造成话题。而同样在防疫上发挥创意的，还有南科实验中学的学生。走进校园，就会看到学校里多了一个显眼的新伙伴，他是防疫机器人。他能自由穿梭在校园间，走进群众，遇到人就停下来帮忙量体温、喷酒精。而研发出这支担起守护师生安全重任的机器人的是校内这群 FRC 小组的学生，他们平时的任务就是发明机器人、参加国际比赛。但他们经常经费不足，除了向外求援，就是得拆解废弃物来组装机器人。他们从初二就来这边努力的在准备为了今年的大赛，可是后来因为美国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那也造成了今年的这个 FRC 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就
就延后了。那当然师生在那一段期间都觉得很失落，不过在沉浸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开始在思考说，哦，这一路走来我们学校我们的团队受到社会有这么多的帮助，我们能够是不是能够运用所学，然后为社会做些什么。于是学生们肩负着使命，决定利用清明连假四天来赶工创造防疫机器人。科技来自人类的需求，他们先设定机器人的功能。教育部他是希望说同学在进校园之前，然后我们的人员可以帮同学去测量这个耳温，然后如果有发烧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在进校园第一阶段就先把它挡下来这样子，然后去处理。但是我们在量耳温的目前都是用人去靠近人去量，这个风险既然这么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台机器人，然后代替我们人，然后去靠近这个同学啊，去帮他测量这个耳温。旁边这一个滑轨跟这个直升机都是我们原本最就是要上场比赛的设计这样子。那额外再加上的这一只这个手，这只手底下有埋感测器。那前面的这一个是酒精的喷出的地方，那这一下面看到这个绿色是装酒精的地方。那它的控制原理就是利用气动装置，就是后面有一颗电磁阀控制它把气体送出来，然后再利用白努力的原理，然后把酒精也从这个地方带出来这样子。这个白色装置它是温度可以测你的温度，那它的优点是它是非接触式的，所以基本上人站在机器人前面，那它就可以量到你的温度，那会显示在这个液晶幕上面。即便学生们已经有制作机器人的经验，但在研发防疫机器人的过程中，还是得克服不少技术或零件短缺的困难。感应温度的神社，就是好不容易在网络上找到一个有卖的店家，然后他订购完之后，店家就赶快紧急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是忘记下架了。”一开始就已经撞墙了。那这个金属材的裁切，它尺寸需要相当的精准，但是因为同学在操作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他的技术还没很好，所以他在裁切过程当中会造成这个尺寸会不对，所以在组装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组装的困难。我们一开始在设计就是酒精喷出来的时候，它的角度不对嘛。对，那个角度不对，其实很好，因为它是会直接喷向你的身体，所以就是你的手不会湿，但你的全身都会湿掉。然后就是我们还这样子让它喷了两天，所以就是全校的学生他们在进到教室之前衣服都是湿掉的，也很好玩。花了一番功夫，学生们才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让防疫机器人可以执行任务，但他们不因此满足。那额温枪其实不是一次性的用品，就是你买了一次可以用很久。机器人除了可以直播相关防疫资讯外，他们还额外为它增加了一些功能。它可以视讯，就是说我们可以开着这个机器人在校园里面走路，但是人不需要跟着它走，因为我们透过机器人的视野，通过机器人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本地端跟远端去跟接触的人产生对话的沟通这样子。好，那这种是平台整合的技术，就是一种科技的运用啊。防疫机器人的成功研发，让学生们重拾信心和活力。他们还把它带入社会，帮忙做社区清洁的工作，甚至到人潮较多的地点帮忙防疫。就是我们很顺利的利用了这个管道，然后争取到了其他车站的一个可以让这台机器人有它可以更发挥它自己的一个地方。有两位警察先生，他们就走上来，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的机器人，他就围上来，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聊天。然后他们跟学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激发学生更多的创意。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又接收到不同的讯息，所以一回来就大家又会有新的想法，说我们可以怎么去改良我们的机器人。即便只是研发机器人这件事，但学生从中得到的不止技术的进步，还有与人群的接触。尤其经历这波疫情，他们更有机会学到面对灾难的正确态度。
因为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它其实对全世界，包含台湾的防疫跟医疗，都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那这个负担不只是资源上跟人力上的负担，对我们来讲，老师跟同学来讲，那种心理上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其实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害怕，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去免除这些恐惧。就是面对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面对它嘛。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相关单位不妨多发挥点创意来帮助防疫，减少人们的焦虑，让大家风雨生信心。新冠肺炎是一场大家都想不到的长期抗战，因为防疫被迫改变的生活方式，对身心状态其实都是挑战。将创意放进防疫工作中，让大家转换一下紧绷的心情，是同样达到防疫宣导的双赢。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